钟表的指针周而复始，就像人的困惑、烦恼、软弱摇摆不停，但最终人们依旧要前进，就像你的指针永远落在前方。我的旅途到此为止了，从今以后就是你的路了。所谓开拓，就是沿着前人未尽的道路走出更遥远的距离。米哈伊尔梦中的匹诺康尼绝不属于秩序。